大家好，我是徐佳瑜，很高兴来到杭州亚运会官方主题电视剧《勇往直前》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大家见面。祝《勇往直前》开机大吉，拍摄顺利。希望通过《勇往直前》把游泳这项项目推广给每一个小孩子、每个年轻人，让更多人参加喜欢游泳这个事业。我心永恩，勇往直前。